现在是2021年1月9日早晨8点半。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船头山。这条路线是在 Spring Lake 边上，少有的几条还没有走过的路线。大概是来回8公里，八高1000米。天气很晴朗，现在太阳基本上出来了。我们沿着这个沟渠的边上往前走一段，大概几百米，现在要右转上山了。从这个位置，可现实一直在身边。这一进来，现在开始穿林子 ，bushwalking。冬天已经没有什么路了，不过好在这个林子穿的比较容易一些。咱是写信人穿手上了。漂泊流浪也无缘，可生命只是一瞬间，谁奢望爱情的永远。赶紧进镜头是吧？现在我们来到了山脊上，山脊上还是有很多的雪，但是你能看到对面的山了，出了视线。五月的某一天，我闭上眼，黑暗中依稀听见一声轻叹。重复每一天，不知不觉已习惯，谁悄然走进你身边，谁不经意间已走远。天气晴朗，谁奢望爱情
看了看，1100多米，1150米。Good job, guys! Good job!